先这个，看这个钥匙。卡住。按这个上下可以调这个，就是在开机之前，在运行之前可以按这个可以调一下的。这里面可以技术清理，技术设置多少次？8位数都可以，这个速度、角度、开始角度、终止角度、停顿时间，这个系数，然后这个就可以开始。再来回摆，这里看到的角度，这个是次数，这当前的次数，这是设置的次数，这是角度。设置0到300，现在是30到330度，我要设置0到360啊！你看我设置0到360，我把这设置零是吧？这个这是终止角度，这是360，然后我再看是吧？这360。次数到了，技术到了。我要把它清零。再启动。是吧？0到360，反复的。然后可以把速度调快一点，速度调快。